Hello，大家好，钟哥。那么今天呢，要来玩款叫做 Brain Test 的游戏哦。那中文的话，应该叫做谜题急转弯，就是一个类似脑筋急转弯的一个游戏吧。我其实已经有试玩过几关的啦，感觉还不错，所以说机会难得，我们就玩给各位观众看。那首先我们就直接准备嘛，然后不好意思，那个因为我偷玩几关了，我们先回到关卡一好了。基本上它的问题就会像是这种啊，哪一个图案最大？这题是要我们选图案，而不是选动物的样子，所以说大象是错的，要选狮子。我一开始好像有错吧，就想太多的感觉。狮子的图案最大。关卡二要让花朵绽放，那就是把云掀开，让花朵照到太阳就可以了。接着下一关，把大象放进冰箱，这个我真的就是完全看不懂了。打开冰箱，把大象拖进去就没了。What the fuck？这到底是什么鬼？关卡是哪个最接近我们？这一题感觉就有点像常识题了哦。答案是云，不是云，太阳吗？最接近我们？为什么？我 what the fuck？记住，一切都是问题的一部分。What the fuck？关卡五，我们有多少块披萨？多少块披萨？一二三四五，应该是10个，对不对？它切成10等份，不是五，也不是一块披萨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多少块披萨？什么东西？我们不能按照常理来形容是不是？我到这里就开始哦，它这个披萨怪怪的，它这个煮起来也不会是圆，所以说它其实应该是以9块，因为它的那个格子好像比较少的样子，我不确定啊，我其实不太清楚刚刚那关是怎么选的。好了，不管第六关。我超前的排名第二的人，现在我是排名第几？排名第二。啊，这个之前考过啊，之前玩其他游戏的时候考过。第七关，向左滑动解锁，向左，这样子，向左滑动。我是没被骗到啦，我只是刚刚不能拉东西。关卡八，猫饿了喂它吧。哦。我要怎么喂它啊？把饼干丢过去，把猫拉上来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关要干嘛？啊，猫二喂它，猫在上面这里，我还是不够了解这个游戏是不是？绿色的球在哪里？绿色的球，哦，我懂了，光的三原色是不是？基础色彩学的东西，这张图有什么问题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感觉不到有什么问题啊。这张图有什么问题？他们是在庆生，对不对？然后变装大会，可是我感觉不到有什么问题啊。然后我超怕这个小丑了。等一下，我这关真的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耶，谁会知道有什么问题啊？这没玩过的怎么可能知道？我需要寻求解答是吗？这样是不太对。玩了这个游戏之后，我的智商好像瞬间变很低耶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完全看不出什么问题耶、欸。解答，小心看他们的手，为什么这个门是怪怪的？他们的手怎么了？等一下，重点是什么？各位知道吗？我就要看提示，我还是不知道答案是什么。他们的手拿哦，好、哦，等一下，刚刚有6个手指吗？我回去看一下。哇，什么东西啊？接下掉下来的5个苹果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要接往下掉的，不能接往上掉的，是不是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个跟解谜没关系了吧？
这不是单纯的操作关卡吗？好，苹果到底怎么会飞天？当然是从下面往上丢的、啊。第十二关，汤姆要跳到另一边，跳吧。哦，跳到另一边，这里有一个是香菇可以拿、欸。我放在这里让他跳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了，香菇给他吃，然后变大，然后就跳过去了。超级玛丽是不是？下关，太危险了，关掉它。拔掉啊，拔掉啊！我要剪断电线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把它关掉了。好，我点这个就好了。我就把电源关掉而已。四加五乘二减二，五乘五等于二十五，二十五加四二十九减二二十七。好，简单数学题。下一关，下一关，顺序点击他们：一、四、九、八、十、五、七、十一、一零一、一、四、九、八、十、五、七、十一、一零一。哦，我那个我居然记得起来，我好扯哦！隐藏的数字是什么？五、十五、二十五。这个是在……等一下，我这把拿开可以吗？四十。我真的想，因为这些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太神啦！下一关。多少个月份有二十八天？多少个月份？这题感觉要想多一点欸。一年有一个月份有二十八天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可是我不知道它的总时间是多长，你知道吗？我猜一应该是错的。啊，十二，每个月都有二十八天。白痴啊！救救这孩子！我拿铲子挖这里，给骨头结束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真秒杀这关欸！我觉得有些关卡真的都很简单，有些就超级难。黑色的羊是哪里呢？在这里，黑色的羊。哦，各位观众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渐渐的会抓这个游戏的逻辑，你知道吗？猫咪派对里有个不速之客，有一只不是猫，对不对？这一只不是老鼠在这里，老鼠算不速之客吗？啊！救救我！他被一个劫匪抢劫，是不是？我要把猫丢在他身上，不是？石头可以拿，这样子把它砸死，垃圾桶再这样子，然后猫放在上面，然后云拿走啊，云不能拿，这两颗石头。好，我完全看不懂在干嘛。我要怎么救他啊？他这个提示真的有一点少，我其实看不太懂。啊，把刀拿走，对不对？刀不能拿。哦，这个云可以动。哦，我，所以只要移云就好了。害我还在那边移什么石头？抓住老鼠。我知道这样走是不是？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直接走过去抓，他会跑吧？啊啊啊！我作弊了吗？所以说刚刚那关不作弊是可以成功的，是不是？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我还蛮好奇，如果直接进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的？哦，没有，他这个进不去。我看第一眼就知道他这边路过不去。好了，下一关。汤姆饿了，抓住那只猫。哦，不，抓住那只老鼠，不是猫。哪里有老鼠啊？这里啊、哦。这里。不要再乱叫了。不要乱叫。我干嘛、啊？打开。哦哦，老鼠在里面是不是？搞什么啊？下一关，
让他们爱上对方吧。给男的巧克力，给女的戒指。哦啊啊！好，没事。怎么滚出了这么差的数字？帮我一下吧。我要怎么帮？等一下，我这光要干嘛、啊？我是要帮他重闪，是不是？还是拿黑色的东西点一下？不行啊，我这光好像只能看提示了，不然我真的是答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连要怎么塞骰子我都不知道了，看提示，摇晃一下，我这是手机模拟器，我怎么摇晃一下？我要试着摇吗？感觉用手机模拟器玩，有时候就会遇到这种困扰，你知道吗？有啦，有内建的可以摇的东西。哇，我摇了一下，成功了。请点击小牛哦，小牛在这里面哦。哦，啊啊，OK。哪只猫在右边？他们是面对我们，说是这只。What？OK， 嗯，躲在旁边的、啊。玩这游戏，你也必须跳脱那个思考才过得了。两边有多少个不同之处？我觉得这两幅画一定相同，根本就不需要去看。不同之处在哪里哦？零，对不对？谢谢。还想逼我找？下一关，衣服上有多少个洞？两个吗？三四五六，六个洞。哦，不是吗？一个洞，两个洞，三四五六啊。哦，四个洞啦，因为它是穿过去的，四个洞。哦，不是吗？啊，这还是加起来四个洞，五六七八个洞。真的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二加三等于六，五加六等于三十，二加一等于二，三加八等于二十四，对不对？嗯，他不是把加换成乘吗？二乘三等于六啊，六五三十啊，二一二啊，八三二十四，你跟我说不对，还是我搞错了什么？啊，等一下。他该不会上面全都是错的，下面这是对的，八加三等于十一吧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我觉得也够了啦，我们就先玩到这边好了。那一样，各位观众如果喜欢我继续玩这款游戏的话，欢迎留言在下方告诉我，也许我会继续拍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